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大师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请按下订阅两个铃铛，记得追踪 IGFB、Twitch、哔哩哔哩还有 Discord。好，那在今天天劫手游《幽城再临》哈，就是公告了一个神兵系统跟全新的英灵跟时装。好，这边写新英灵即将上线，幽都始终是一个太冷的地方。或许我要谢谢这火。好，幽都结焰彼岸花，这是他出生之地，也有可能是他葬身之地。他说：“谁不爱自己？区别在于，你是图一场销声匿迹的苟活，还是愿意为了自由烛光而死？”他不是别人，他是他自己。千年之约，千年之约。这是谁啊？赵佑，赵佑吗？千年之约，我只想到赵佑而已，还是我记错了？与国主的诺言重于千金，但只是维护世间秩序的一环。我的使命并没有终结。他是女字部的他，化身光的勇士，是赵佑吗？好，再来就是上次有跟大家讲过的神兵系统哈。那下个版本的神兵系统即将登场哈，养成内容即将拓展。OK， 又是要干的东西的哈。部分英灵可以解锁神兵，那进行神兵的化征，除了提升部分属性之外呢，还可以获得专属神兵技能。一些英灵也许会因为神兵系统变成热门哦。那大家的青微钢说不定会重出江湖了哦。好了，不要闹，应该是不可能的。是时候把和师傅提把大师兄逐出师门了。好，再来一个九炉塔。九炉塔我熟，此塔非彼塔哈。OK， 九炉塔就是获得神兵的材料用的，然后解锁右下角的这个全部的属性塔，可以开锁新的探索点。哇，又要干的呢。然后再来是新的皮肤哈，这个皮肤不知道是谁。你要猜对了，我就抵了这把。不是，这个是说。有没有什么新衣服吗？看图猜猜看，有两个。然后第一个难道是那个男人？他终于要有皮肤了吗？也就是说，这个角色是，这个英灵已经出现过，而且他没有时装。那个男人，殷建平吗？夏侯仪，夏侯仪有时装的啊。殷建平，可是这个身形有像吗？啊，这个是谁？这是两个新时装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是谁？耿云一，不像，这脚还蛮长的。风寒月也不可能啊，风寒月出了很多个，紫风也很多个了，玄机也有了，玄机也很多个了。谁啊？这谁看得出来啊？那这个呢？可是殷建平好像也不太像，这不像殷建平啊。还有谁？有谁是男生然后没有时装？我想到殷建平，还有谁？难道是黑龙？还有谁？我现在想不到。我想不到。这样子我看不出来啊，瘦看起来比较瘦，不可能是铁卫型的。好，如果大家知道是谁的话，欢迎在下方留言哈。然后这个新英灵呢，我猜是赵佑啦，我猜的。好啦，那今天更新就到这边，情报就是这样子啊。好，那喜欢我的频道，请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FB、Twitch、哔哩哔哩还有 Discord。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拜拜。